扫地，影响我男人学习。不是罪。哎，大英呢？不知道啊。赶紧的。怎么样？唱歌呢？唱啥呢？单身情歌。你单身啊？什么？孩子，继续，继续唱。来，看见没？这些书呢，都是我好不容易给你翻出来的啊，上面还有我笔记呢。啊。那你要捐哪儿去啊？捐给你呀、啊！你以为招考就是报个名，到了点去考个试那么简单？得复习的。嗯。先看哪个？这就开始啊！你说人家谈恋爱，吃吃喝喝，拉拉小手啥的，顶多也就做个求生欲测试。我呢？我还得复习，参加招考，我太难了，哼。咱们都是报了名了嘛，咱就好好准备呗。你就按照本老师给你准备的这些学习计划好好复习，绝对没有问题。时间紧，任务重啊，加油，可以的。嗯，来，这个数学、语文、英语、政治的，先选哪个？自己选。哪个都不想选。赶紧的，屁话那么多。行吧，那选语文吧。语文，那你就先看这本呗。嗯。啊，自己翻没长手啊？那你看看这个。就答应着啊，要不我把我脑子选的。拉倒吧，就你的脑子。除了电视剧还有什么呀？你这上了考场，除了我爱你，不要走，还会什么呀？选你的。行。哎，我们可以多众筹几个。哎，俗话说得好，三个臭皮匠，一个诸葛亮。诸葛亮也不会英语。看书，看我的。回去。诸葛亮冲动的惩罚。你们，不给我面子啊？对不起啊。慢慢流泪，家人哭吧不是泪，来上的人也有尘。小胡回来，胡同学，你俩扫地，影响我男人学习。不是罪。扫地点，安静啊。谁男人啊？你除了你还有谁？屁话！牙收回去，看书。笑什么笑？丞相。这世界很酷。